我从国外第一个引进材料来修留声机。所以你一开始是修留声机？一开始我因为那留声机根本那时候留声机没办法听啊。嗯。第一花条也没力的没力，断的断。嗯。没有唱，没有钢针。嗯。最早是唱头那些材料都修唱头材料都没。嗯。那时候刚好我在玩，那时候在外商，他们美国同事说你在玩这个、哦，嗯，那我几个网站给你，嗯，你自己去看，看看有没有你要的，啊，其中一个网站就是买那一台，哦，就是1915年你刚刚，然后有一个网站是专门在卖零件，啊、哦，发条啊、钢片啊、唱钢针啊、嗯，还有一些电圈啊，然后有母头的，什么都有，那我看到那个我乐死了，哇。所以都有，然后你就后因为可以修，可以把那个留声机恢复到100%，不能说100%，大概90%的那种完整性，所以声音才会好，发条的性能强，发条的都新的发，像我这发条都新的，全新的发条，哦，全新的发条，因为那个都是，然后这唱的都有修啊，这个、电圈有没有？嗯，这个你几十年来这个橡皮圈都硬掉了，嗯，你看这个都软的。我换新的，换新的，它里面它在夹得紧，夹得紧就不会有说破裂声，就不会有声音就很完整。嗯，所以要经过这个，其实是要很多材料，云母片这一片，云母片是哪一个？这一片。哦，就是那一片哦。哦。所以它的针有没有办法让它就是就是让你的声音能够表现得很完整？是。就是需要针、云母片都完整以外，还有这个垫圈要新的。这个来软趴趴的，是，我可以摸一下吗？你摸，你可以捏。哦，对。那么你看几十年的上头哦，那个橡皮都硬崩崩的，听起来就是那个云母那个云母片没办法夹紧，就啪啪啪啪啪啪，那就所谓的哦，就会有啪啪啪的声音，所以那杂音。哦，所以我有听过有些录音是有啪啪啪的声音，就是因为他没有修上头，没有修。哦，原来如此。如果有修，不会的。哦、然后你，然后你再有润滑油啊，不，真的那个叫干式油，我把它抹，让它上面很光滑，是，唱针又新的，那个发条强度、扭力又够，是，啊，唱头又有整修过，说声音就很好，难听的歌都好听，所以留声机声音要好听，第一这一台要完整，嗯，要回，其实买材料不贵啊。你只要买得到就好，发条啊，飞轮钢片啊，然后把它洗干净，重新再抹油上油。嗯，最主要在就是唱头修好。所以整个唱头的结构变得很重要啊。它没有唱头要你要整理啊，把那个垫圈要换掉，云母片要完整。嗯，垫圈、云母片。嗯。所以先把留声机弄好，然后唱片又整理好，声音就几乎每张唱片都非常好。它是红魔法乐。俱乐部里面，他们去他们签约，几个人跟日本一家跳舞俱乐部新开张跳舞俱乐部签约到日本来做演奏，嗯，现场演奏，啊，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开跳舞风气开始起来，嗯，啊，然后这些唱片公司请这些人呢，啊，灌入一些跳舞的音乐，哦，啊，因为那时候舞厅那个时候算是很高档的一个消费了，啊，很多人可能要想学跳舞，在家里有唱片就可以。所以是在1930到1945年之间，就是太平洋战争之前，1930开始，1930到1945年，但是这个乐队的唱片大概有的大概我都买到了。哇，那会不会每一张你都买到了？没有，就是有一些我可能还会有的。陈志伟老师介绍你买的，没有，他是给我讲，哦，给你讲，讲了以后我就知道了，你就自己去追，我就开始在网络上用以关键字去搜寻，啊，有就买，有就买，有就买，他说你最多，他就给我，那你也可以办，是取名是阿开瑶，就是，啊，这样也是杜甫。那个杜甫，不，这张是杜甫他独奏的，哦，独奏的哦，他独奏的，哈哈哈。那你在接，你刚刚说要看，你都怎么看的？有方法吗？就是没有，因为他裂开来，你两片，他刚寄压的时候破的话，是他这些缺口哦，嗯，很完整，你可以用利用缺口来对，
对着缺口，缺口对对着对着人家对着音轨，是不是我就让它一条是完整的这样下来？对对对，尤其你要从第一圈或者是最尾巴，就是都完整的话，你再稍微先暂时固定一下，然后再然后让它可以拨拨看，这样吗？先拨拨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是。这一张我好气，后来所以买到第二张更新，就来画个变成三片，我气死。这张其实我很喜欢，就他的手风琴。唱歌版的有歌词版的也是一样，也是一样 ，OK。他们编曲就是这样，就这样做的。但他这是因为他没有像歌词有三段，他这只有两段，对。所以他那个间奏，他可以把他那一段新世界交响曲可以把完完整的放进来。我比较喜欢音乐版，是在可以听很多种音乐。像这样子的专那个唱片有很多张吗？类似这样的一首曲子，你们在镶不同的音乐进去，有很多张吗？那都是他独奏的。哦，独奏的部分，看看前后就是那个红灯绿灯嘛，那、中间那一段就是有新世界交响曲。太多了，听不完了。我都听到，有时候听到都放哪里？这个很棒，这个很棒。我都会忘记都放了，我就有时候上电脑去听就好了，我打开那边就。是。那你这样把它粘合起来是用什么胶啊？它其实完全没有感觉。这是就是说，很厉害。不是、啊，就是说，我说一定要有像那种刚那一桶的。是，那是油啊。那是油膜的。油膜啊，对啊。我只能说裂成两半之后，是从这边就这样磨磨，但是尽量磨，但是不能跑到这个垂直面里面，两边都磨。然后我稍微点下去，它会，你看到这有痕迹，它会像。往两边跑，对，因为抹上去了以后，我叫清很好清，就会把这些音轨上的残胶都清干净，是，刚好中间这一段它会粘住，那旁边这边就不会有残胶，没有残胶的话声音就比较好。那它那个胶就也是很特殊的，没有，就一般三秒胶而已啊，三秒胶啊，对啊，因为三秒胶的热那个分解温度是120度嘛，唱片到80度就已经变形了嘛。所以像这种，如果说是有破个洞，那就没办法了。破个洞的话，一定要树脂。啊、哦，也可以把它粘起来哦。所以破个洞的你也可以修。这里有一张。